是小耶，今天没有要带大家出去玩。对，今天这部片很特别，算是我自己个人其实想要做一个记录。那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那你们有看到了，你们也可以当做一个参考。最近我在规划一个人生的重要大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类似的情形的。我今年已经39岁，就是大龄女子。对，那大龄女子的情况，但周边的女性朋友都是介逢那种适婚年龄啊，然后生育的年龄嘛。那我目前39岁，然后还没有伴侣，也没有有小孩。对，那在这个阶段性情况之下，我们通常在周边的朋友会面临一个讨论，就是有关于冻卵这件事情。因为女生就有点吃亏，因为年龄的这个限制，我们有一些情形没有办法，因为时间的状况可以做等待。尤其是女生这个卵子的情况，它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有品质的问题，还有没有办法正常有卵子的产生嘛，就是可以好好的怀孕这件事情，那就会考量到怎么样保存到比较容易受孕的卵子，做未来的一个规划。那我自己个人也是面临到这个阶段性的一个考量，因为现在就是些新的环境变化产生嘛，很多年龄比较大的女生到了适婚年龄或者是生育年龄，还是没有机会可以有小朋友。对，那我其实从年轻的时候就对孩子这件事情有一些期待啦，本来是希望早点结婚，早点的规划就是这样，人算不如天算，等着等着我们就等到了这个大龄的年纪。对，那既然就是已经面临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要直接去考量。那我从其实38岁去年开始，因为我住在新竹，新竹市有一个补助是针对冻卵，那很可惜我住新竹县，所以针对这个冻卵的补助我也申请不到。那我同步也有去评估桃园也有冻卵的补助。那桃园冻卵的补助跟新竹冻卵的补助条件不大一样，新竹是要入籍满一年以后才能够申请新竹市的部分，那桃园是要入，就是你可以先入籍就可以申请补助，但是要住满3年的情况才能迁出，这是补助的条件。相对来讲啊，如果你是在桃园，你要领桃园补助，那配合的医院就会是桃园的相关的医院。那如果你是领新竹的补助的话，就我所知道的话，好像也是要新竹的诊所，不确定这个来源是不是正确的。那仔细精算以后，因为距离的问题跟整体补助扣掉的经费来计算的话，其实我留在原新竹县市，其实也是差不多的费用。所以最后评估以后，因为周边有一些朋友其实都有在做试管啊，或者是冻卵的一些疗程，那他们就有推荐我相关的院所可以去做第一阶段的卵子检测的部分。那其实我前2周就已经去做完了卵子的检测，那有拿到一个这个 DM 解说的 DM， 那我也可以来稍微介绍一下，跟大家讲一下，这是关于冻卵的这个疗程的一些文宣报告了。那当然里面就有提到，就是女生的卵子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好，那你的卵子的数量就会面临下降的减少的状况。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卵子的良率也会逐年的下降。那冻卵其实越年轻越好。那什么样的条件是需要冷冻卵子的？一个是35岁以上的女生，好，然后或者是你有一些子宫的问题，比方说内膜异位啊、子宫缺陷啊，或者是你有恶性肿瘤、无精症这种都可以冻卵。那当然，如果你有年轻，你还很年轻，但是你卵巢功能衰退，也是可以考量冻卵。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部分是，现在就是有所谓的同性恋者嘛，那同性恋者就是女像女的这个伴侣的部分，也有在台协助冻卵的这个项目。那冻卵是不需要说一定要结已婚的状态，未婚就可以冻卵。好，那这些条件的女性朋友就可以参考看，是不是要来把你的卵子在年轻状况好的时候先把它保留起来。那接下来就是讲到卵子检测的项目啦。卵子检测这个部分，它又叫做 AMH 的测量 ，AMH 就是抗缪勒氏荷尔蒙的部分，它主要是用来评估卵子库存的指标，库存指标的荷尔蒙
然后从卵巢中原始的卵泡跟小卵泡的分泌，然后通常它是说小卵泡数量越多 AMH 值就会越高，相反的就是卵泡的数量越少数值就会越低，那卵泡的数量就会影响到你这个卵巢的就是那叫什么衰退状况。对，那以它的均值来说的话，现在是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数字，如果你是25岁以下，那这检测的 AMH 值平均大概会是在6，大于6左右。那第二个阶段性就会是在你35岁，它的数值是25再往上就是35的部分，那35的检测出来的 AMH 值平均值是4 OK， 然后38岁的话是3， 40岁是2，大于43岁就是1，那数字越低其实等于那个你的 AMH 值，你的那个卵巢的数值就越差啦，就是可能你要取卵的次数就会多一点的比较好动下来去做受孕的卵子就数量会非常的有限齁。那这个是一个参考值，那我那个时候测出来的话我的数值是4吧，是4，对，我数值是4，是在我的这个年龄阶层里面算是中位数，在 95% 左右，算是还不错的。 OK， 那除了 AMH 值的参考以外， AMH 值它还可以反映在说你的数值在什么样的范围，表示你的卵子库存量够不够。好，那它这边呈现出来是大于3的部分的话，表示你的卵子库存量是够的，卵还算多。好，那取出来的话你就可以一次取到比较多颗的卵，平均大概可能会是8颗左右，这是一个参考值。好，那如果你的数值是介于 0.8 到3之间的话，那就是算是衰退中，你的卵子库存量在衰退。好，那你平均可以取到的卵子可能是2颗到8颗。OK， 好，那既然是衰退中，可能在这个冻卵的疗程里面要打的那个针剂就会相对影响会比较多。好，那如果小于 0.8 的话就是严重衰退，平均可能只会取到0到2颗左右。那测完了卵子以后啊，我们其实就大概知道自己的状况是介于品质，卵子的数量跟品质大概介于什么样的程度，可以做一个后续疗程的困难度的一个参考。好，那我去冻卵的这个疗程的时候，其实有卫教人员讲非常的详细，包含是在冻卵的这个过程要使用的费用，好，还有在冻卵的这个手术，取卵的这个手术它是怎么进行的，其实相关的文宣跟卫教人员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好，那我这边稍微简单的把我接收到的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取卵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会做一个全身的输麻，就是那个什么浅层的麻醉啦，全身的麻醉，然后会进行取卵的手术。那取卵的手术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那这个取卵的手术啊，它主要是用那个很小很小的取卵针，好，到直接伸进去在卵巢的部分，做像针孔大小外观都看不出来的一个取卵的手术。对，那它不需要缝合，然后手术后就可以回家了，不用住院。完了这个取卵手术以后，再来就是讲到它整个疗程啊。如果我们从月经开始进入疗程到取卵，大概是第一次的取卵大概可能会是14天。好，那它的介绍在这当中，因为我的数值是在4嘛，我 AMH 值的数值是在4。所以它的评估是说我下一次回去会是请我在月经来的时候第二天到第四天这个之间回去。那医生就会帮我开始排进入疗程。那进入疗程第一阶段要打的叫做长效排卵针，好，第二到第四天 OK， 那第八到第十天的时候就会换成打短效排卵针，这个我都还不知道长怎么样。对，然后继续追踪后续的情况，第十天过后就会进到等到第十四天的时候打破卵，第十二天的时候打破卵针，因为第十四天就要取卵的嘛，取卵的前两天他就会打破卵针，那打完破卵针之后医生就会跟你随时保持的联络，看你的状况之后第14天就回去做取卵的手术。我是在新竹的宋子鸟做评估的啦，那我知道说全台湾好像目前只有宋子鸟他有做一个叫做在一个周期一个月经周期内可以做二次取卵，
针对于在取卵数量比较少的 女生来讲的话，你可以在一个周期里面可以取两次卵。那差别是差在费用比较可以节省，因为如果你跑一个流程可能就是十几万，那如果一个周期里面可以进行完的话就会比较少一点费用。取卵手术做完之后，当然接下来就会进入到冻卵的部分啊。那冻卵的部分其实费用一年它是以年计算的，以送子鸟的费用来讲，它一年的冻卵费用是8000元。对，如果说有稳定的工作，一般是还可以负担得起，一年是8000块。好，那比较完整的配套费用，以我现在的疗程可以让大家稍微参考一下。这个也是我第一阶段性去院所评估的时候获得的资讯。好，那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在他搭配的一些针剂的量数量都会影响到费用的高低，那这是一个参考值。获得的资讯是我下次回去就是我的月经周期的第二天到第四天，第二天到第四天就进入疗程开始施打排卵针。那第一次回去的话要付的套组费用是25000。好，那25000就还有这是基本的套组费，那还会有针剂药物的费用。那针剂药物的费用就是依照医生的搭配以后他会再计算。好，那这是第一次。好，那再来是8到10天的时候，他会回去做一个卵泡的追踪，那回诊决定取卵的时间点。好，这个时候也会拿一些针剂药物。OK， 那再来在第14天做取卵的时候，会输眠麻醉嘛，然后就回家了。那这天要付的套组费用是25000，然后还有冷冻保存的费用是8000元。但如果在这个疗程里面，发现取的卵子数量没有很多，就会马上排二次取卵的时间。那二次取卵的时间会是在第21天左右。好，那如果你有二次取卵的话，它后面的套组费用是30000块。那我的话是先以第一阶段来评估。好，那来评估的话，他是有跟我讲，刚前面有讲嘛，等于是我的一开始跟我的取卵的当天各会付25000的套组费，所以加起来是50000。好，那中间都会领一些针剂的药物，那针剂药物会有依照个人情况不同，它会有一些实支实付的情形。那它给的范围是30000到80000左右。好，如果你的卵就是医生帮你排完之后，你要打的针比较多，相对就会费用比较高一点，大概是30000到80000的范围。所以总 total 加起来的话，可能最少就会落在80000。到130000左右，对，80000到130000左右，在一次取卵的这个阶段性，这个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取卵冻卵的这个过程中，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风险，但是不是生命的风险啊，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卵巢刺激的反应，或者是有一些术后出血的状况，或者是卵巢扭转的状况。那这个都不用太担心，因为医生跟护士都会在现场跟你们做一些卫教，然后有一些因应的措施。然后回去以后其实你就是正常的生活，然后不要做激烈的运动。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内容。到了年龄以后就要做冻卵的手术，我觉得每个人可以依照自己经济能力的状况去做评估啦。好，那一部分其实我在这一年来啊有去咨询过，比方说我的妇产科的医生，然后跟我周边一些朋友，女性朋友们，大家其实通常有生小孩的女生啊，或已婚的女生，其实都蛮建议我早点冻卵，因为等到你想要有孩子的时候，卵子的状况如果不如预期，其实困难度会增加。那如果你以后要做什么试管啊，或者是更进一步的求子的疗程，其实都非常辛苦，等于是帮自己多加一个保险的感觉。另外可能也有一种状况是，你目前这个阶段性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想要有小孩，甚至于有的人可能很早就觉得我不要有小孩太辛苦，那当然这就不用一定要来冻卵嘛。像我的妇产科医生就有讲，其实也不一定要自己生啊，现在也有很多收养的机构。对，那如果有爱心爱孩子的话，你也可以到了自己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之下，跟你的另一半去做领养的这个部分，去疼爱这个就是其他需要的孩子，这个是也是一个可以考量的部分。那我自己个人仔细的思考了一年以后，还是觉得说
还是先动然起来啦。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嘛，那自己一直以来也有这样的期待，那多一个预备，其实对未来来讲也算是多一个希望的感觉。下一个阶段就要等到我的月经周期的第二天到第四天，然后回到诊所去开始评估我的诊疗需要的一些针剂，就要开始打针，也是我最害怕的一个阶段，是因为我个人蛮怕针的。我去医院打针的时候，只要针要抽血，我眼睛都是憋过去的。对，这是我比较害怕。那医生说没关系，如果我们自己带回来是打肚皮，然后听说针也不会很粗，然后是那种无痛，很快速，掉一下就好了。但还是怕怕的。那评估看看，如果说我真的不敢自己打，那我们就每天回到院所，护士也会很愿意帮我们做这个打针的这个流程。那我后面如果有回去做这个疗程的进行，会持续记录拍片，对吧？过程中的一些感觉感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们就继续看后面了。